来念歌咯。昔时献文花如阵阵，故事拄啊讲到廖天顶红过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要会记哩偌济？哎呦，崩坑了！来泡一杯温泉米，你在边头路过年啊？泡一杯咖啡，喝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，小高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父母话。暖暖詹文溪，咱的故事叹万代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詹文溪电台制作，讲师主持。肉米肉粽肉丸真好吃。吃饱未？无啦，哪凉啦？啊，恁后生无回来哦？无啦，拢外地趁钱啦。啊，你要去倒位啊？要去干吗店买导游啦？哦。第七个月下晡暗，来好阿妈坐伫门口迄条鸡丁椅仔顶，目睭微微啊看远远，涂骹一只尿咪啊。点点啊，趴伫来好阿嬷的椅脚边，三不五时踢开目睭，春轮一下。黄昏的冷日，将伊两个人的影又较长长，印伫咧一间旧厝仔的墙下面。讲到这只猫咪啊，是两冬前，伫咧门口听前，迄幕跌甲脏卡，来好阿嬷看到这只猫咪的时阵，伊唔知要偌久咯。真嗨！腰甲边啊骨看现现，我听歌饭互你食吼。甲饲一摆了后，煞逐工来。寂寞的老人，孤单的猫，拄好互相有一个伴。来好阿嬷今年食到80岁，十二冬前因头的信州也在世的时阵，两个老翁公婆。虽然无偌济话讲，冤家娘济嘛硬硬的，总是身躯边有一个人做伴。即马信州去苏州卖鸭卵啊，规厝埕剩一个人的日子，孤单透难着寂寞，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明仔载。就要离开这间住要规世人的老厝了。今仔日黄昏，一直到天边迄粒红卵磷对目睭前落落去，来好阿嬷则亲像元神转来共款，温温啊摇一下身躯，肩胛头起起，伸手去挲阿咪仔的脚趾片。唉，难是迄一日乌暗云拨一道。迄天暗头啊，来好阿嬷烹一碗三白鱼清饭，要给阿咪仔来吃。拄下出雨丁，熊熊刷一阵乌暗云，身躯一个软，规个人刷趴伫门下口。来好阿嬷趴伫涂骹兜，身爬都爬袂起来。来好阿嬷即阵开始话讲：“哦哦，阿咪呢？阿兴勇啊，阿兴威啦，
啊，亲像那点名同款，来好阿妈甲后生早起的名，一个一个甲叫过。四颗莲灯是点子子，干那阿咪啊，惊我来伊的身躯边，喵喵咧叫一声。来好阿妈甲阿咪啊，四蕊目睭小对上，一时感觉世间所有的人，秘书拢消失去。现主时，天地只剩伊甲阿咪啊两个。过段工，后生姓雄甲姓辉转来看阿母，国正来好阿妈去甲因住，先讲就唔答应。唔免，我家己一个人住较自在啊。阿母，你家己一个人，当是虾米人要甲你照顾？还阁有阿咪会当陪我啊。啊，阿母啊，你若阁跋倒哦，阿万不行去下等脚手。啊，阮做事细是加麻烦的呢。阿母好啦，听阮话啦。伫咧老厝的大厅，后生参详讲轮流要来带阿母去做伙住。短短两三句话，当当跌伫心肝头。来好阿妈无搁再坚持。透早。鸡也未啼，来好阿妈就起床洗面换衫，伫厅里灶卡甲房间洗来洗去，等天光。行出厝外，头前后壁顺顺看看咧，墙啊边迄撮麦阿妈就开个红拍拍的竹盆花，后尾门迄丛被风台淹无倒的板子树，厅门口迄把褪色的对联。熟悉的影像，亲像无声的电影，伫咧来好阿妈的目睭前，一幕一幕播映过。来好阿妈的心头，闷闷糟糟，一时却颠倒，希望上好拢莫天光。姓雄啊，啊你是住倒一间啊？这栋十二楼啦。阿母，你爱先过这个自动门，顺利去经过守卫室，倒手边弯一个弯，坐电梯到十二楼。吼、哦，未输关公咧过五关咧，火气达达啊！我吼也是较关系，是过迄间开门就看着天甲地。啊，出门唔免烦恼，找无路转来老厝啦。阿母，袂啦，电梯到十二楼啊啦。上尾才拍开客厅的大门，这个门有三锁哦。来，阿母，会当入来啊？啊，娘喂啊！妞妞，不可以！来好阿妈，拄打你门。一只地面上的四只狗啊，雄雄撞过来，对伊大声吠，害伊踹一跳，手内包袱啊已经出来向妞妞甲顶过。妞妞叫一声，倒退几落步。刚这个时阵，春米也哎一声撞过去，甲妞妞赶紧抱起来。啊，妞妞，妞妞，阿母，妞妞袂咬人呐，唔通摕物件甲等，安尼妞妞会着车惊是受伤。这是阿妈，不可以对阿妈叫。来好阿妈，予这只狗啊惊到心肝皮扑跳。阿弥陀佛咯，我会予这只狗啊惊死啊！相公伊袂咬人，哎、欸，你无看伊安尼凶盖盖，啊哪飞哪冲过来？哎呦，我若无赶紧甲包袱甲担过去吼，一定着予伊咬落去啊啦！哎呦！姓雄翁阿母无囡仔，疼妞妞疼个哪命，偏偏妞妞都袂认人，三不五时就对来好阿妈吠几声，来好阿妈一粒心肝劈破菜啊！哦，我逐摆听伊咧吠吼，
啊，就强强要脑神经衰弱啦。哦，啊念两句啊，你就两蕊目睭大大蕊，啊抓我金金上。嘿，啊无代无志，是安怎定定咧甲我认啊？无啦，母，妞妞哪有甲你认？伊是想要亲近你啦。来好阿妈，感觉妞妞甲伊前世人一定有结冤仇。过当天，圣雄翁阿婆出门上班进前，也阁再三的交代。阿母，哪有人打电话来莫接哦？无定也是诈骗集团哦。阿母，啊哪有人持电铃吼，莫开门哦，定定是青云人呢。万一那是你甲圣雄阿卡来要安怎？啊，敢也是莫同款莫接哦。那是阮卡转来吼，阮会先念三声，挂断才去顶他。阿母，啊你也感觉无聊吼，就开电视看。遥控器吼是这支黑色的，加迄支银色的。免免，我家己一个人吼，袂兴看电视啊。啊，恁要去上班，紧做恁去。好啦，阿母，安尼阮出门后，你爱说伊哦。系啊，阮出门哦。圣雄阿公一出门，剩阿嬷一个人，整个世界煞恬静落来。一日长落落，来好阿嬷伫厝内，毋知要创啥好。不时我伫窗仔前看对面迄栋搁较悬的大楼，算伊拢总起几站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唔对唔对，重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乱起啊！搁一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算来算去，来好阿妈，犹原也是算袂出对面迄栋用要拄上天的大楼，到底拢总起几层？即摆楼啊，是安怎拢起遐悬啊？迄拄着地动，敢会赴走落去到楼骹？住伫圣雄十二楼观音楼，来好阿嬷感觉袂输是吊伫半空中。算大楼算神啊，来好阿嬷感觉脚酸，坐落来碰伊，倒骨一大骨啊。拄落面就听到空袭警报，呜呜吼。伊惊醒，爬起脚要走，一时煞袂记哩家己现主是伫倒位，听到妞妞咧吠，才真正精神过来。喂，伊雄雄想到新妇的交代，赶紧甲挂断。来好阿嬷唔敢接，伫电话前惊来惊去。哼，恁这的老阿董实在有够可恶，好脚好手，要食唔讨叹。哼，抓准我这尔啊戆哦，我才袂去予恁骗去呢。来好阿嬷走来窗仔前，对这尼啊悬的所在看落去，逐台车拢变作真细台，那亲像囡仔咪。伊开始算外面大路驶过的汽车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哦，算车哦，比算大楼搁较恶。算无偌久，归去换别种算法，有时算白。有时算黑的，有时红色的，啊，有时银色的。
吃晚餐的时候，来好阿嬷不时地拿出她统计数字。今天有153台白色的车驶过哦。哦？今天有208台银色的车驶过呢。哦，这样哦。当然，这不包括一起变数、甲独孤、甲王神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所造成的。圣雄翁阿婆也捌对这认真看待过。算车也渐渐算夜深了后，来好阿嬷感觉时间愈过愈慢。唉，坐几波才10:30，咦，敢会时间点去？迄日厝内点滴滴，敢若壁面时钟啊滴滴答答大步行的声音。来好阿嬷困到醒来，看天色真乌阴，亲像要落雨，赶紧要去门口订收衫。行到客厅，就雄雄想到现主是人哩台中后生家，脚步愈停，一阵讲袂出嘴的气味，对心肝窟啦悠悠溢出来。这时阵，客厅大门外口，亲像有人咧嘻嘻哈哈。来好阿嬷忍袂住开门甲探看，对面迄户的门开开，门口徛几落个20几岁的查甫查某囡仔。阿嬷你好，你拢住伫遮呢？我住伫即搭吼，真济工啊呢，也毋捌看过对面的厝边诶。哦，毋是毋是，我是来做东叔王大姐的。迄、那个看起来不只啊欠卡的王大姐，目睭看过来，笑笑啊问来好阿嬷：阿嬷是来后生还是祖家家佚佗？是后生啦，阿公袂放心我家己一个人，叫我一定爱甲因兄弟啊轮流住。阿嬷足好命哦。唉，恁拢唔知影哦，住即款厝艰苦啦。袂输关伫鸟人啊内底。难得有讲话的对象，来好阿嬷规巴肚话，亲像关袂住水的水，一直流出来。来好阿嬷规气，甲因其他几个人招入来客厅坐，讲话讲互伊够开。入来坐，歹所在啦。暗头啊，春美下班，拄打入门就看到客厅的桌顶放一堆健康食品，夹我了一看，有灵芝，还有冬虫夏草、困尸体、甲深海膏鱼油。阿母，安哪有这物件？阿多，迄几个少年的讲吼，这咧食健康的啦，因真侪亲戚朋友吼拢有食，啊身体偌尔啊用呢。都有个少年的啊，你好青婚人对吧？应该无算青婚人呢。因讲是伊迄个王大姐的同事啊，啊，大家开讲为先吼，真心鲜呢。啊，无熟无识，毋捌见过面，安尼哪会无算青婚人？阿母啊，我甲圣雄毋是再三交代你，袂使互外人入来。来好阿嬷看新妇站脚跺地，面顶打大片乌云，一时亲像做唔着代志的囡仔，头壳硬硬，无骨出声。春美看入目睭内，心肝溜溜啊落软，吐一个大气，想要将火气带落去。我头向向想着入门到今，无看到妞妞摇摆啊过来迎接。嗯，啊妞妞嘞？啊，当然呀。说袂记住啦！原来下晡妞妞一直甲人客背，伤过差。来好阿嬷想讲暂时甲伊关伫后面的阳台。啥？阿母，恁甲妞妞关伫后面的阳台？春美嘴啊开开开，目睭瞪甲大大蕊，
用要发起的火伫巴肚内轰一下，一声个点到，声音无法度控制，冲卷起来。吼、哦，阿母，你哪会这么可恨？这边春美撞过去，把细声喜未停的妞妞抱起来揽入胸前。妞妞每一个叫声，听伫伊的耳腔内，亲像是咧对目睭前这个老人的控诉。另外这边哭行这句话，来和阿妈袂输气的雷讲着，着急要讲话，那好像我鸡能踢掉咧，讲袂出半句。厝内空气渐渐变冻，妞妞的嘿声音，亲像魔音传闹，一阵一阵震入去来和阿妈的头壳心，短短几秒钟，亲像一世纪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圣雄就伫即阵回来，一入门行过来就闻到气氛无同，老母甲牵手的面色看起来唔对。来好阿妈拄开嘴，春美甲妞妞抱咧，无讲半句话，就对房间入去。啊，阿母，你稍等者。来好阿妈牙牙徛伫咧后壁阳台的门边。心内更加着讲不出嘴的委屈甲怨气，安怎讲我可怜？我来好啊，做人尚尊天良，这世人唔捌做过歹心毒性的代志，安怎我的媳妇讲我可怜？抬头三尺有神明啊！天公伯啊，你嘛应该看真清楚吼，我来好啊。唔捌害过人啊！来和阿妈愈念心愈酸，无张持目眶已经红起来。半暝，来和阿妈边来边去，困袂落眠。想家己住伫遮，未输咧这家，心内更加思念厝前厝后，会当四界溜溜走的大细条巷路，甲门口埕看出去，逐天拢无共款的天边景色，无底透的心思，化作一尾一尾骨溜的鱼啊，收入去伊的梦内。梦中，来和阿妈返去迄间住几十冬的老厝，阿咪啊！有原陪伴在伊的身躯边。天未光。来好阿妈就开始差要回去了。不好啦，阿母，这两礼拜我娘娘耽误一个月，我载你来去高雄信辉家好不？我不爱去阿辉阿遐，我倒位拢无要去。我干那想要回来去咱七姑的厝。足足差一礼拜，圣雄一粒头两粒大。只好甲老母再返去高阳，将烦恼顶予因小弟盛辉。盛辉的厝伫大陂湖附近的一栋三楼别庄，社区内面每一户头前拢有一丛护伞树，甲一个花园。花园内底虽然种无共款的花草。看起来不止啊，清幽。住伫遮，唔免烦恼，袂晓坐电梯，啊嘛免一日到暗关伫厝内，有较快活淡薄啊。来好阿妈，逐工闲闲无代志，就搬一条椅了，坐伫咧门口晒日头，看到有厝边经过，就掠人金金笑，真想要找人开讲。老太太来这玩啊？你讲啥？我听无呢。正无拄好，东平这个厝边讲北京话未通。
这阵西平阁行来一个厝边，阿伯桑来找后生哦。对啊，来幸福阿姐，阿你住伫倒一间啊？落尾我甲迄间啦。哦，哎，阿你囡仔拢完成未？来和阿妈是问到有一支笔，不过逐摆问，逐摆都袂记。后回见到，嘛是全部搁重问一摆。幸亏囡仔想到，就开老母讲：“阿母啊，啊你不是搁伫遐？啊，看咱社区的收位啊呢？”那有啦。新妇丽文听得嘛感觉笑亏，闻声笑讲：“后摆有外人买一摆，拢爱向阿母登记才对哦。”你别看我现在老了，爬不头刀。以前我做女孩子的时候，脚手多么美丽，一点都不输女孩人。我阿爸常在说哦。老人的故事长落落，一遍又过一遍。说的人悠悠啊话回去过去，听的人哈嘻无得神，偏偏又爱继续听了真趣味。在重阳的过灯光，来和阿嬷又搁坐伫门口，突然间想要走出社区去散步，亲像飞出咱的鸟只。来和阿嬷感觉规身躯的骨头轻甲硬要飞起来，一条街行过一条街，一条巷挖过一条巷，塔壳顶的日头一路对，汗水开始沾落来，来和阿嬷的鬓边甲脚趾片。来和阿妈感觉忝，停落来休困。过一时，翻头走倒转，行无几步，雄雄想到早起，敢若有伫灶骹咧滚红豆，亲像许颠颠着。来和阿妈规身躯吊起来。大海啊，我敢有关家事啊？下大步半行半走，想要赶紧回去。伊愈行，煞愈感觉两边的厝甲景色，甲来的时阵无同款。看到车路，赶紧我过另外一条巷啊！一路行行弯弯，来和阿妈大细粒汗擦擦地，唔知家己到底要行位倒位去。真嗨，家事无关，火烧厝啊啦！嘿，无听到烧到厝边啊！啊，水灵车有去拍火啊无啊？来和阿嬷心狂火烈，三步做两步行，听到远远的救护车，乌咦乌咦驶过来，惊到双脚一软，坐伫路边大声哭出来。天公伯啊，欢迎不作啊，救苦救难哦，我哪会这么老糊涂啊？我惊会让我害到青山路边，无厝通住。无钱通赔哦！阿嬷，你莫哭，先甲我讲你住倒位。住伫阮第二后生遐啦。毋是啦，我是讲，啊，恁后生住倒位？阮后生今仔日去台北，无伫厝诶，歹情敌哦，无代无志。甲人水水的一间厝烧烧去，我是要安怎才好啊？这个少年家问不出什么，只好将哭不停的阿嬷载去警察局。警察查到住址路牌番号，就一路送来和阿嬷回去。坐在警察车里底，来和阿嬷紧张甲脚手冷叽叽。头咧咧，目睭咳咳，一路一直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
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无水灵车，无火烧厝，天公伯啊，观音佛祖，求苦救难有保庇。整个社区依然是像平常时啊，遐尼啊恬静。不过警车送来和阿妈回来，已经轰动了整个社区。走开来，那顶红豆放伫咧雅士路顶端，雅士并无开。真见笑，我哪会这老天兔啦？短短的时间，经历惊吓、悲伤，甲平安安，阁雄雄完全放亮的心情，来和阿妈一粒心肝，像海鹰拍花，无法度平静。连续几来日，来好阿嬷无阁坐伫门口曝日头。连续几来暝，毋是梦见惊到风高野外找无倒来咯，就是梦到后生因兜火烧厝，水灵车一路呜号入来个厝头前，大细江水全甲满四界。真美，来好阿嬷阁予梦惊醒。规气坐起来，眠床头，戆戆啊想。红粿都真久无吃啦，桌顶唔知营养甲变虾米款。真久无落雨，门口迄两丛寒草甲煮饭花，无得靠。拢打死啊！阿咪啊，无人饲，敢会枵着？唉，也是早就已经离开，袂阁倒转来啦。天光，叫阿辉啊，载我转去。来和阿嬷轻脚轻手爬落眠床，拍开衫橱，将伊的物件一项一项摕出来，放入去行李袋啊，款好势。来和阿嬷心头定着，含笑爬登去倒伫眠床，等天光。无见哦，啊，就去后生遐啦。去予后生养好哦，好命哦。对啦，好命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来好阿嬷要回去》，是由小城林子原作，王叶红编剧，剧中的人物来好阿嬷林秋霞演出，大汉后生信雄赖江树演出，大汉新妇春美杨派玲演出，第二后生信辉张吉清演出，第二新妇丽文洪昭文演出。庄卡厝边黄秀金演出，厝边王大姐曾慧静演出，
业务员过路人吴鸿星演出，口白王叶宏演出。Thank you.